热爱摄影的任达华这天与摄影师 Miss Bing 举行摄影展，不管在电影还是摄影界，华哥都常常提携后辈。阿斌是我十年前颁了一个奖给他，那我就说你继续努力，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摄影师。所以在今天十年后，那个 Miss Bing 这个小豆豆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摄影师。那我们整个世界都应该一浪推一浪，年轻的继续上来多拍电影多演戏，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多一点带带他们，所以呢这个世界才会源源的继续拍一些好的电影，继续有好的作品给大家看。虽然华哥很爱拍照，但女儿秦佳就从来都不愿意当他的模特儿。他从小到大都不允许我跟他拍照，不允许我拍他，所以有时候呢我就在背后拍他很多。那现在我女儿呢用手机常常拍我背后，就是把常常的偷拍我，但是我就觉得很开心，这个起码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交流。这个摄影的兴趣其实也感染到女儿。对啊对啊，现在我女儿我就不能拍她，她不允许我拍她，但是呢现在发现我女儿常常偷拍我，我这个也是好事。我也希望他喜欢的东西我也什么都支持的，那以后比如说他喜欢摄影的话呢，望我们两个一起以后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可以通过这个 communication， 通过这个通话，通过这个交流，我们可以相处的久一点，开心一点。今年新年也会一家人出游吗？新年也会在上海拍戏。对啊，所以呢继续努力吧，因为我太喜欢拍戏了，所以呢继续不努力拍戏。我常常都说哈，我们应该 play hard work hard， 玩的时候我们继续很开心去玩，但是我们要工作的时候也要努力工作，但是我们开心的时候也努力开心。所以呢我会继续努力拍戏，但是同时间去玩的时候跟家人也会继续努力开心的一起去玩，拍完戏再一起开心去旅行。香港报道。